现在你们可是插翅也难飞了，今天就来个薄脆鸡肉片，嘿嘿嘿嘿嘿，该怎么办呢？黄鼠狼，我跟你们拼了！小龙，不能冲动，我们要保持冷静。胖乎乎，给我上！小鸡，我来了。树哥哥，你们不要乱来，我们在脆弱的岩层上。脆弱的岩层上，那又怎么样啊？只要轻轻一动就能导致它粉碎，大家都要掉下去，你们最好不要乱动。小机灵，我才不会相信你的鬼话呢。胖乎乎，跟我一起跳。嗯，嗨，我跳，我跳，来，嘿，我跳。相信我，手高高，没门。树哥哥，你们不能再跳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救命啊！不要动啊！要裂开了！让你别动了！不要啊！小龙精灵，我们快点离开这儿。小鸡，别走，不要丢下我们。树高高，他们又跑了。别想跑！可恶，不能动。裂开了！小龙精灵，我不敢走了。树大鸡，不要怕，慢慢的走。来，小心的走。轻轻的，用脚尖，好，脚跟，对，很好。慢慢的走过来，对对，就是这样。小鸡，你们谁也别想走。没有黄鼠狼的你们会很寂寞的。先别走了，送你们点礼物。你们不安好心，想干什么？你那么聪明，猜猜看呢？小心啦！不要，地面会砸裂。看你们怎么跑！熊大鸡，好样的！哼，英雄一般都是关键时刻出手。别得意的太早，这次看你们还接不接得住！看我的水花器！我来！不好，飞回来了！快接住！哎呀！你们惹恼我了！让你们尝尝我们的厉害，觉悟吧，小鸡！嘿嘿，你们太卑鄙了！接到了，不好，还有一个！树哥哥，地面没有碎呀。怎么回事啊？塌了！
怎么办呢？师傅放心，会有办法的。办法就是让我们饱餐一顿，美味的鸡肉大餐，真好吃。可恶的黄鼠狼！胖乎乎，加把劲儿啊！我们离理想又近了一步。为了烧出最美味的鸡料理，再难我也要坚持。嘿，谁拉我？不要拉我！不要拉我！放开呀！你们放开！手高高，马上放开我师父！快放开熊大鸡！嘿，坏鸡丁，我要把你变成碎碎鸡！不要啊！不要！又可以抓鸡了！鼠狼，为什么你们总要抓我们呀？美味可口的鸡肉，你是我的心呐，你是我的肝，那还要吃我们呢？因为那样我们才拥有完整的生命。没错，我们才是真正的黄鼠狼。都没事吧？我还好啦。那小龙，小龙呢？小龙，小龙，你怎么了？小龙，小龙，你怎么了呀？快醒醒啊！熊大鸡，放心好了，小龙是铜墙铁壁，不会有事的。胡说！你看小龙现在还昏迷呢。那你看我的吧。青春啊，燃烧吧！青春啊，燃烧吧！果然是铜墙铁壁。黄鼠狼还在，快走啊！白云母，是一种极其容易破碎的石头，就像冰一样，只要有一点点地方裂开了，裂缝就会迅速扩张，所以我们现在的状态是真正的如履薄冰。那我们要怎么办呀？千万不要动，只要没有裂开就不会有危险。什么？难道我们要站在这里等死吗？小鸡们，原来你们在这儿啊！快看呐，他们都被我们吓得动不了了。今天终于可以吃到香喷喷的鸡肉了。小心，那是白云母。白云母？白云母是什么东西呀？是啊，太可怕了，唉，现在终于安全了。我们还没有安全呢，这里随时可能地塌。
我们还是赶紧离开这里吧。好。臭小鸡，你们给我站住！什么时候才能吃到鸡料理啊？快快站起，望远镜，看着可别眨眼睛，热气就轰隆隆加马力，这是最冒险的。想跑我一定要抓到你，挺起胸，别再犹豫，在大草原上驾驶着轰炸机，睁开眼，这是哪里，正待在鲸鱼肚子里。